师傅问一下，那个大杯水，一般它的那个效用时间有多长呢？就是金线大杯水，它可以累积多长时间，它都有效果的，还是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时间长了不行的，嗯。一般在几天内有用呢？两天到三天，嗯。两天到三天。嗯。哦，好的，那个。除非你没有开过，你比方说供在菩萨面前的那个瓶子就没关系，就是一瓶瓶的矿泉水。因为你开过了矿泉，你如果是供的不是矿泉水，你是杯子倒水的，你两三天之后，你这个功效就不如当时喝下去好。嗯。最好是倒出来，当时就喝下去，那次效果是最好的。那当然了，刚刚进过供过水的呀，菩萨有能量加持的呀，听不懂啊？嗯。明白，因为有的时候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刚刚推拿完之后舒服不啦？嗯，舒服的。你过一两天之后，不是感觉就不明显了呀？嗯，是的。好了。